就是那个跟你们连线的场外观众，我也是宁安如梦的粉丝，一直都在等更新，所以是来特地催更的。没有剧看的日子里呢，我其实也有心愿想要大家帮我实现，想听一下这几位演员来演绎解梦，想要你们跟我学唱几句，那我就来示范一下啦，开个头。借我一缕风，却追逐解不开怎么，却飘散在雪落时刻。就交给你们实现了。2023年只剩一个多月时间，每年这个时候，各大卫视和 B 站均会开始跨年晚会的筹备。各大卫视跨年歌手名单一出，粉丝直呼最忙打工人周深，这个跨年夜估计是又要跑断腿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深深又将分身有术的无缝穿梭于各大跨年晚会之间。从当初即使站在舞台中央都会被人忽视的小透明，到如今即使央视跨年晚会也要争相邀请的香饽饽，周深正在踏实的一步步走向华语音乐的巅峰。这个视频就带你一口气看完周深跨年之夜的五大神级现场，每个舞台都是华语乐坛不可多见的经典。首先就是掀翻天灵盖的《天使之声》协奏曲，没有一个歌词，纯靠吟唱的表演，像是为周深量身定做。当空灵悠远的天籁之声响彻在跨年夜上空，整个心灵仿佛都被净化了。在央视跨年晚会独唱的献礼曲《有我》，每个音符都是新时代华夏少年蓬勃的朝气。怎么形容明天像我一样，乘风不已有锋芒，有梦才能去飘我啊，一生骄傲为我站立的地方。一人分饰四角，多种声线无缝切换的现场更是让人大呼过瘾。一首歌唱尽四大名著毫无违和感。白罗马天儿朝西，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，西天取经上大路，一走就是几万里。什么魔法狠毒，自有招数神奇，我是一难拦不起十二点之地。当邓丽君跨越时空来到舞台的那一刻，现场沸腾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邓丽君，很高兴和周深一起合作。两个时代的实力唱将，一个哀婉空灵，一个甜美细腻，我打赌这一定是你听过最美的大鱼。当周深唱响我心永恒的一瞬间，真的是开口跪的感觉。时光一下子拉回到20多年前，
这部电影里的片段一幕幕的萦绕心头。周深对每个舞台都拿出100%的诚意与努力，才能给我们奉献出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歌曲。周深为什么能够参加这么多的舞台表演？关键还是他的实力强悍，能够被各大平台喜爱，说明周深实力强。其次是人品好。据悉，有合作者透露，周深是大家很愿意多次合作的艺人，非常的谦虚和低调，配合度很高。据悉，今年的 B 站跨年晚会网曝录制时间为12月上旬，地点在浙江杭州。而关于周深的相关讨论热度又一次登顶，细数的话，周深连续4年都参加了 B 站的最美的夜，为其贡献了8首金曲舞台，平均每年2首，不愧是乐坛劳模。只要主办方发出邀请，深深就会跟歌迷不见不散。不知道大家都期待今年跨年晚会吗？最幸福啊，失败了我快乐。